解。倘若晒干东海水，海水晒干深海盐，海盐正好腌龙肉，龙肉充饥度光年，度光年。小大姐，你或许问我把龙心说你听，嘴巴似血盆，两眼像铜铃，满身鳞甲比铁嫩，捂着张牙吓呀啊吓死人呐、啊！小姐呀，龙与他若有小姐这样俊，嘿，那才正好呢。公子正好，劝公子去回家去，得做呀做夫人呐、啊。